首届好料友情牌大赛，三强选手强势来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零七男零七哥哥，再聚好料间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再次上演经典名场面。一百，桃园三结义，对了，下一题。这一百，干一单，好强啊！都发了微博，都想干嘛？你这个垃圾生物，人！苍岩海三巨头，苍岩海三巨头，霸气重聚，火力全开。你和小兰花，青青，青青，你，我帅，你唱歌会干嘛？跑调，过，他猜到了，他也不说。你，王鹤棣，流星花园，赵丽思，我们住哪里？苍岩海，漂亮。不料默契堪忧，带不动。请说出三个王鹤棣的缺点。演技好，恨吧。缺点哦，弟弟你要开心啊！我都宁愿为了游戏可以让你说我演技差了。好友本地队自信迎战，默契爆表。状况：大雨天，大雷天，大雪天。哎，等一下，大雷天是什么东西？不，你听错了，雪晴有口音的。我这样也行啊？为什么不能？来给自己掌声。接受我们水气球惩罚的就是，究竟谁才能最终获胜，顺利登上友谊的小船？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我们的地盘撼动我们的地位。之前的两次纯属意外，这次我们会重振旗鼓，一定要赢。有本座在此，胜者只能是我们。好六街友谊争夺战正式开始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六街。叫叫叫，今天我们有新朋友老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零七男团。大家好，我是 Alan 苏晴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远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鑫。哎，欢迎又来了，而且你们从来没有齐过。没错，一点都不团结。今天来了三个非常可爱的哥哥，另外也来了非常可爱的两个弟弟，欢迎我们弟弟的家人们来了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的 bro 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苍岩海三巨头。苍岩三巨头完全没有默契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家人看来也不太亲，剧播完就散了。哎，再一次，你们先说清楚，我来带头，说清楚要说啥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苍岩海三巨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苍岩海三巨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全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博瑞。欢迎欢迎，
我们发现了是那个王鹤棣的问题，因为有他在的团好像都不太整齐。哎呦，有他在的团都不是很整齐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现在敢挑这个事儿？就是小贾现在加入好六团过后啊，老要跟我就是 battle 一下。哦，你现在都不是好六团了，你拿什么跟我 battle？ 是，所以我就决定今天我是好六队的。你拿什么跟我 battle？ 今天就让你们好六团就是你们干净的下不了班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下不了干净的下不了班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这个分组之后，我为另外两队堪忧，拿什么跟我们比？是这样，大家今天看到的我们三组呢，是我们好六街进行了这个好六友情牌活动决赛圈的三组。那今天呢，各自为阵，需要通过多轮的友谊比拼，每一轮获胜的队伍，朋友们看这里，这里呢有九宫格，每一轮获胜的那个队呢，就可以在我这边的九宫格上面随机抽取三张卡片，一会儿随机翻出来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个人形象卡牌。比如说 Justin 有一张，连续三张都是 Justin， 那么恭喜你，黄明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友谊小船的友谊勋章。有了这个勋章呢，你就可以免受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泼水惩罚，干净的下班。太棒了，今天我们好六队一定能顺利的登上友谊的小船。今天你们好六队可是要好好加油了啊！毕竟，口号太多，我们零七就是团结，就是默契，那必胜，是不是？那必须的嘛！今天真的是迫不及待想 battle。就从你们出场秀就看出来了，每个队就是有自己的名字，好六队、零七队以及 J 三。等一下 ，J 三是我们吗？对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叫 J 三？因为他们是。决三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也可以翻译为解散。解散让人家自己起个名字吧。谁起的这个名字？我真的，我们就叫苍岩海队，行不行？可以，苍岩海队、好六队和零七哥哥队。我们不叫好六队了，怎么呢？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弟弟今天一直说你们好六，你们好六。我们今天还是把好六就是这个称呼先把它放到一边，我们叫本地队。然后我们的口号借用弟弟在我们节目里面经常说的 This is my house、oh! This is my house。 来了大家三组，这个团队就要各自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式比拼。 Let's go。 来啦来啦，团结邻里，友爱之间啊，默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然了当然了。 Cool。哎呦，那你猜一下我接下来要说什么，贾斯汀？我们好六团最没有默契的那个人已经就是，是。我发现这个新人真的很嚣张。那给他点颜色看看好不好？下一个环节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接下来呢，三组要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。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要站上我们的这个特制的装置，他来猜，另外两个人呢在下面来进行演绎。演绎过程当中不可以说我们题面的关键词，一共只有三次过的机会，限时之内答对题目越多的那一队获胜。好的好呀好呀好的。那说到默契呢，我觉得首先就请零七的哥哥们先打个样吧。加油，我们来啊，榜样榜样。哇，加油哥哥们，来吧，怕啥呀？你们谁上去谁在下面演？那这个他说实话，柔韧性是一方面，是关键是这个体型身材是一方面。对，咱俩有一个特点是一致的，腿短腿短。跟柔韧性没关系，你上吧。行吧。好，张元请上，庄周扬请上，庄周扬。不太行，不太行的感觉，不太顺利啊。再调整，就找一个合适的姿势。对对对，好。零七计时开始。嘿，我们都想做的一件事情，最近刚刚发生。三个字。我们都享受的一件事。我发了微博，都想干嘛？三个字。接商务，接商务，三组。热搜话题啊，三个字。每年我都发微博，每年我都发微博。上春晚，漂亮。好的。你是什么歌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？你的工作四个字。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，
跟嘉宾有关，什么婚庆歌手 ？Yes， 漂亮，太有默契了。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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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过一次。哎，啊，这一拜，啊，这一拜要干什么？五个字，桃园三结义。对了，漂亮。哇。哎，好了，我来了，形容我的，苏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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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破译，形容他，说的那个腿短 ，no， 哎，那那个状态，状态，中年，头发很，如果经常不洗会很容出油，油腻，对的啊，等一下，这，我的天哪，呼呼。哎，来这个五啊，六个字啊，是一个片段。来，你等一下啊，不行，我换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一下。猪八戒变媳妇儿，对了，漂亮。凭什么我是猪八戒？啊，我好强。来，一部动画片，八个字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动画片，八个动画片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漂亮。哦，那个七个字，什么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好强啊！哇！哎，这一拜，你还要怎样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什么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《三国演义》，跟着歌词走，忠肝义胆，漂亮。啊，过过过过过，是有一部电影，有没有那个叫什么《速度与激情》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哦吼，漂亮，我好厉害，哇，哎，还可以啊，没想到啊，哎呀，主要是你身子长啊，你真的身子长啊，换我俩说，早就掉下来了。等会儿，为什么我要变猪八戒呢？就这个事，能不能说一下？好媳妇儿，好媳妇儿 ，Thank you。我在答题，安慰一下我吗？九题，九题，哇，好厉害！上来就这么猛，调起太高了。我甚至觉得远哥如果在上面再就是说快一点，甚至还可以再多打两题。小远花了好长时间跟他们一起唱这一段，我想说你别唱了，你赶紧猜吧。来，压力给到好六了。来，本地队来了。本地队谁上啊？我们非常就是身体又好，脑子又好，这个人必须得是黄明昊。哈哈哈哈哈！酷！哇，我们得十题才算赢哇 ！Little Kiss， 今天就是我们默契的成名之战。来吧，本地队计时开始。七个字，一个动画片啊、有两个角色，一个这我头脑没头脑跟不高兴。对对对。我和第一个起跳鞋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退退退。好，下一题，快。我们两个聊天。鸭同鸡同鸭讲。对，好。哇，漂亮。五个字。爱你。五个字，一起健身。本草纲目。本草纲，刘畊宏，对，那什么？他是刘畊宏，女孩，刘畊宏女孩。下一题。好，那个。叶问蹲，叶问蹲。何炅蹲，何炅，何炅，何炅蹲啊！列金蹲，列金蹲，列金蹲，列。健身下蹲，列金蹲，列金蹲。狐狸拔什么？萝卜蹲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五个字，《西游记》大大大啊，三打白骨精。好，哎，完了，这么厉害，也太难了吧！加油！好，那个六个字，这是一个，我是一个建筑，非常的长，非常的长，长，他说长了，说长了，长不算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那个六个字，六个字，我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！一，
然后我这个六个字，两个动物，然后卡，这是什么？马。对。一个这是什么地方？头。成语。马头。下一个，这什么动物？过，这什么动物？算了，哇，过，乐老师，这啥呀？好，四个字，一部电影，张柏芝演的，猛虎下山，复习讲爱情的，是河东狮吼。对，好，下一题，好，三个字，我的工作，他非常优秀，他办了专场，三个字，脱口秀，对，好，我心永恒，五个字，我泰坦尼克号，好，下一题，快，好，奥特曼，五个字，口号，你相信光吗？哦，漂亮，好，下一题。好，那个在一个快餐店里面有三个字，宝可梦，宝可梦，三个字，黄色的皮卡丘，嘎嘎嘎嘎嘎的那个，大家好，对了，好，下那个蜜姐溜溜梅四个字，你没睡吧，漂亮，很厉害啊，哇。谁说我们没有默契？谁说我们没有？好厉害哇！12道，12道，压力给到你们了，压力给到帅哥了。我们这个团才成立第二天，就12道题了。没办法，因为就是本地队，很厉害了哇！Justin， 你真的要感谢一下这两位在下面动物的那一部分的演绎，好卖力的啊！啊，是什么呀？驴啊！那个六个字，我没见过驴叫，我没听过驴叫，反正猜没猜出来不重要，但是你那个驴叫很值得一个单拍。上吧，加油！说实话，压力好大呀。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仨都是就比较优秀的演员。我们平时相处的，在现场的相处都是在认真拍戏，对剧本。对，先铺垫一下。开始托付了。我们保三争二，保三道题争两道题。苍岩海队，预备，开始。四个字，切手礼。四个字，尊上威武。我们是什么什么？我们月族。对，要干嘛？月族要干嘛？月族行礼。漂亮。哦呼，你和小兰花。青青。四个字，今晚会怎么样？四个字，什么出窍？灵魂出窍，对，前两个字，漂亮，哦吼，正确，四个字，空气投篮，哦吼，漂亮，给，这啥呀？给，挠痒痒，三个字，一个玩具，一级，尖叫鸡，漂亮，过啊，打完球之后四个字，腰酸背疼，我帮他干嘛？按摩。篮球是一种什么运动按摩，前两个字，运动放松，古装戏的四个字，
船工。对，什么对工是对的，什么工？叔工。啊，我受什么了？我受什么了？受伤了，要干嘛？运功疗伤。漂亮。呼呼。四个字。大家比翼双飞，比翼双飞。漂亮。厉害啊。四个字。是啥呀？小鸟依人。漂亮。你。我帅。俩个字。唱歌跑调叫什么？跑调叫什么？唱歌跑调你会变什么？啊，过。他不承认，你看。他不承认，他猜到了，他也不说。快点喂。啊，我对你。四个字。啊，他看到我怎么样？四个字，一见钟情。漂亮。现代版的东方青苍，四个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？霸道总裁。漂亮。小兰花的演员名虞书欣。漂亮。七个字一个动漫，面啊，一个动画片，面面喜羊羊与灰太狼。漂亮。七夕，四个字，两个人在那个天上，谁和谁相会？谁和谁相会？过啊！可以，来五个字，拿放大镜一直看，动画片《星际之王》一只猫西多子，工藤新一，名侦探柯南。漂亮！哎，你三个字，王鹤棣，流星花园四，漂亮。我们住哪里？我们三个字，桑年海。漂亮。快点喂，加油。什么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什么？夜火。哇，14道，我们14道，哇，练，怎么做到的？不是，他们中间有一度是不用语言的，就直接只有手势，这就是默契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啊，弟，你知道那个你是什么？音痴。音痴啊，对，我会跑调呢。音痴。哎呀，这一分没拿到，真太不应该了。哎呀，承让。恭喜苍蝇还对。焦世廷的脸色好难看啊，朋友们。完了，脸色不是太好看。恭喜你们拥有了这个抽卡牌的权利。我们好六街作为大家这个大赛的一个赞助和主办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福利。就是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看广告，然后得到一次额外的福利抽卡机会。我们先不看吧，先不看，后面赢了再看。我们万一没有第二次机会了，没事，后面我们就有一个。Cool。我们先不看，我们现在没有目标啊，对吧？我们先根据我们翻了谁过，我们再看谁的广告。真的吗？确定啊？好，确定。好，补充一下，这个就是说之后。赢了的队就有这个权利，如果下一轮你们没有赢，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累计的哦。 OK， 我们下一轮还是会赢的。好，不用，那就请三位苍岩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卡牌区抽三张。是一人抽一张是吧？都可以，你们自己商量就可以了。看运气了，一人先抽一张吧。我抽中间这个吧。来吧，抽吧。哟，好，博瑞哥。哦，大黑龙。我抽中间的，尽量也抽大黑龙啊。第二张是弟弟，博瑞哥可以抽第三张。别一人抽了一张。太默契了，游戏赢了，这真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。
而且还不看广告，看了广告你就可以换。不是看了广告不？等一下，导演跟我对还没有对清楚。看广告不是就是可以二选一吗？你有三种，你可以选一个。你比如说，你还可以再翻一张、啊，额外抽一张牌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一个广告，你现在可以再翻一张牌啊。哦，我们看了广告还可以再选一张牌、啊。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你刚才已经耍过帅了，你不看。不看。厉害。嘴硬，蔬菜规则听不懂，好吧，那就这样了。现在翻出了三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牌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接着的比拼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进入接下来的环节。Let's go！ 来了来了，友谊的小船想要远航，除了默契之外呢，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是的，真是不敢相信输了第一局，到现在我还觉得是场梦。接下来这个环节，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能够逆风翻盘，好不好，何老师？什么叫逆风翻盘？我们还没有逆风。这话是说给零七团的。我们不服，我们第一局没有输在演技，我们输在了身体。你说我们这一局是玩智力，我们一定会赢。我不就矮了一点，但我很实在，我们要接商务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第一轮呢叫做你来我往。哎，他好喜欢跑你活啊。你来我去。每次全员出战，一个人说一个字，接力答题，连续回答三个正确的问题之后呢，视为挑战成功。三队的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题记一分，失败则要全队都要接受惩罚。准备好了吗，三个队伍？好的，来吧。好了，这样合理多了，让他吵吧。我是没有问题，反正我有所有的题。我那就别走了，你别。好，来，首先要出战的是我们的苍蝇海队，请听题。请说出三个王鹤棣的缺点。开始。唱。不。吵。这个叫打个样，如果下次再停顿这么长时间，后面就要喷气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那个，我们提点效率。好，本地队打个样好不好，何老师？一定就是稳准狠的打。他们才说了一个呀，要说三个呀。哦，对哦。好。不是呀，不是呀，这是被主持人中断的呀。主持人活已经被刨了，不要赖在主持人身上。我们还要答呢嘛，我们还没答呢嘛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二个缺点，来。提点效率啊。OK。长得。胖，什么？长得胖，长得胖，对吧？对啊，长得胖。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算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不 OK 不 OK 不 OK。你说他哪儿胖？哎，不是，不是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了。别假装站起来躲气，我跟你说，给我坐好了。不是，听我讲了啦，大黑龙其实他讲话有点机车了啦。我刚刚没有听清楚第二个字。他以为是长不胖，啊、对不对？长不胖，对对对对，缺点，大哥，缺点、哦。第三个缺点，演技好，好。缺点，好、哦，缺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道具组坐，等他们坐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弟弟，你要开心啊。我都。道具组在干什么？道具组，我都宁愿为了游戏可以说让你说我演技差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下一次。没事，习惯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习惯了，没有再一次了，没有再一次了，还没喷够，一题喷三次，还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四次。很遗憾，一分没进。本地队打个样。今天为了输赢，我节目效果都不做了。真的，真的，对。来，本地队，请听题，请说出。三个字的三种职业，这太简单了呀！开始啊，主持人，第一个啊，会计师，剑啊，剑剑柱师，贾斯汀提醒了，贾斯汀在旁边柱剑柱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请回放，请回放，长得胖，唱不好，演技差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被攻击了吧？本地队完美过关，积分。Yes. 好，来，零七哥哥们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种三个字的化妆品。
什么什么什么三个字的化妆品？眼睫毛毛啊，不是。你们这太顺了。你要说睫，眼睫什么？眼睫高啊，还真的是。睫说睫，睫毛高那叫。不对不对，再来。假睫毛，那是。假睫毛也不是化妆品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给我们三个老男人出这样一个问题？这是公平的吗？说一个粉粉粉底，耶！就投诉一下哈，何老师他们这个问题，那主持人呢，职业都跟他们有关的。弟弟那边，哎，说他自己的优缺点，凭什么我们是化妆品？化妆品跟你也有关，醒哥。对呀，别说你今天没化妆哦。还有，有可能接到商务哦。说了三个就可以接商务，接商务哦。对呀，说对呀，给人道个歉吧，站起来，来，三二一，对不起，快点给那个苏醒安排一下那个假睫毛去粘上。对啊。好，苍岩海来，再接再厉。哦，换位置了，他们。我应该做第一个的，真的不用。一会儿你坐中间。好 ，OK， 先上起下。对。赢定了。苍岩海对，请说出哄女朋友会发的三条信息。对，不，起，很好。想见你，我爱你。太慢了，确实太慢了。事实证明。不是位置的问题，我觉得博瑞适合做第一个。哎，我刚刚见接很快啊，确实是龙的问题。你俩可以换一个，我也。哎，那边也在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浩浩你坐中间。要不我坐第一个吧，你坐中间。都开始有战术了。好，请听题，请说出黄明昊最怕的三件事。没洗洗洗道具组给我喷。没洗什么？没洗，没再来一遍。没洗头是想说这个吧？对，来再说一次，没有钱，没有爱，没有红。没有钱，没有爱，还没有红，我好害怕啊。好，林七哥哥，请听题。我来了，压力好大。请说出。你说。三样三个字的旅行必备物品。旅行必备物品。开始。假。什么？旅行必备物品？旅行必备？你刚才说了假。啊？假。啊假我对不起，我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了。他说假，你假睫毛啊？你可以说假睫毛吗？旅行必备物品有什么假睫毛呢？那说不定你带谁去呢？来继续。那个杯中酒，杯中酒，杯中酒，是不是想带杯中酒？这个我觉得可以有。对于我们几个而言啊，这就是必备的，每一次旅行都得杯中酒。麻烦酒的商务也可以找过来了啊。有，现在有。还差一个。你我必备物品，你我他不是物品。这个不行，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好没文化，真的。来了，第三轮，苍岩海队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童年游戏。开始。跳。皮筋儿。踩。皮筋儿。什么呢？踩皮筋儿是啥呀？
跳皮筋是这么跳，这么跳，踩皮筋是这么踩，这么踩。对啊。哎呦我的天！为什么三个大男孩出的两个游戏都是漂皮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苍蝇海都这样玩的，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呀。苍蝇海都一直都玩这个游戏。对啊。还有一个，你还得再说一个。打。八。掌。对对，我们都这样玩的。怎么了？月族是一个战斗民族，从小玩打巴掌有什么？你演示一下什么叫做打巴掌的童年游戏，怎么玩？哦，玩过，真的玩过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弟弟，你玩过吗？就是，对，打巴掌，这真叫打巴掌，打巴掌，这是真的叫打巴掌，打巴掌，对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打巴掌啊。好，算你对，算你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本地队最后一轮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种三个字的天气状况。大雨天，大雷天，大雪天。哎，等一下，大雷天是什么东西？大雷天是什么？轰轰轰隆隆隆，就打雷天啊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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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错了，打雷天确实有口音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是大雨天，打雷天，大雪天，还有想你的每一天。我这样也行啊？为什么不能？唯一没有积分的就是零七团，加油喽！我希望张远单方面向雪琴学习一下，开个好头多重要啊！好好，一个大字管仨词啊！来来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零七各个队，请听题，请说出大。不用这么着急啊！请说出三件约会做的事。买包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继续。订婚吗？约会你订什么婚呢？你订餐厅啊。那他你说你说完婚我就没有发展余地了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。约会的事情，买啊、说过了，定啊、说过了，那三个买就对了。那啊，那买汽车。哇，哥哥们约个会都要买汽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想继续试一下，来继续，来，继来继续买项链，买戒指，买锁，有。哇，奇奇怪怪的默契，我真的是搞不懂。哎，跟你们约会太费钱了。对啊，怪不得要接商务。那必须接商务。虽然答得很精彩，但确实是这一分也没有加给林夕哥哥们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本地队积两分。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看剧照答题，需要答出的三个内容分别是这个剧名、角色名以及演员本人的名字。OK OK， 好，还是从我们的苍蝇海队先开始，加油！刘亦菲，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刘亦菲，《仙剑奇侠传》，赵灵儿，还老让你赵灵儿了，王鹤棣，你好坚定啊，王鹤棣，我本来想说这人我熟，对，错过一次对吧？两位主演分别是李逍遥、赵盼儿。这剧最近看的有点多呀，哥哥。赵盼儿是梦华录是吗？哦，《仙剑奇侠传》，李逍遥、赵灵儿。回答。哎呀，正确！朋友们，同样的地方，我不可能跌倒第二次。还老给你送分了。这是刘亦菲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面饰演的王语嫣。以后别给我答神仙姐姐的题了，再这样下去我得道歉了。好，来本地队，请砍题。《夏洛特烦恼》。马冬梅，马冬梅，好漂亮！什么好有默契？我特别害怕，因为我们俩都说了马，我怕我们俩撞，你知道吗？恭喜你们积得一分。一般人都会认识，对，咱如果认识人的话，就先不说人。我看剧太少了，我说人名，好，来，
哥哥们，请看题。亮剑，李右边，李右边。李云，李云龙啊！李云龙，角色叫李云龙，演员叫李幼斌。对呀、啊，我都你看，你看你个演员，你这真的带不动，这组真的带不动。新哥，你是不是以为这位老师就叫李云龙？不管，就比如一个说演员，一个说角色，知道啥说啥，好吧？第二轮，苍蝇海队，请看题。林依晨，好。袁湘琴，哦，他一个人打了两个，你不能自己打两个啊、嗯！你知道你要告诉我们啊，不能一个人打。对，哎。好难玩啊、哦！这但凡我有业火，我就烧他了。你不能这样对大黑龙。你又不会，你还怪人家？等会儿。都玩第二轮了，他问我啊，是要一人打一个、哦？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本地队，请看题。开端，白敬亭。嗨嗨嗨嗨嗨嗨嗨呀！嗨嗨嗨！我知道，对，萧鹤云嘛。我们看剧的时候就管这个人叫白敬亭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好，零七哥哥们请看题。啊，那个粉红女郎啊啊！哎哎哎啊啊！万人迷。陈好。真好，万人迷，你真的是哇，可以直接说万人迷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万灵。非常遗憾，只有本地队积得一分。最后一轮的这个考验呢，是听前奏猜歌曲，答歌名、歌手的名字，以及要唱出两句准确的歌词。如果说前面的人没答对的话，马上举手，我们就有接下来的抢答权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哥哥们就抢上来了。不是不是，就通过前面几轮，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的优势。对，以前来星期六，我感觉是来竞争的，这次来是来丢人的，真的。好，请听歌曲。啥呀这是？随时。好，音乐停，来，林七哥哥队，田震，好，什么歌？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说歌名，说歌名，说歌名，歌名，歌名，快歌名，快快，可以一起商量了，唱出来了呀，告诉我呀，我都唱出来。苍蝇凯，快一点。好，来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来，田震，风雨彩虹，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不对，好，本地队，铿锵彩虹，铿锵玫瑰，田震，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快快快！对，这错了，这歌叫风雨彩虹。来来来，再来，首先我要说田震肯定是对的，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唱出来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还有一句风雨彩虹逗号铿锵玫瑰句号，算的啊。哦，全名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，都在给别人打工。没事，再多痛苦自己去背，好吧。来，下一首歌曲请放前奏。
魏晨晨晨的歌，歌名是《少年游》。佳人，少年，前世种下你。虽然唱得很好，但他们对唱了，是不是得一个人唱啊？好像是哦，好像是不能对唱。没有。不仅答对了，而且还有舞台效果加分，好漂亮，非常棒。最后这个环节还是一首歌。哦，完了呀，我们这把一个题没对啊。而且呢，这首歌。非常简单，请放音乐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音乐停，唱一下。套马的汉子，歌名是。他套马的汉子。回答错误。啊！来，何老师。套马杆，哦，套马杆，谁的歌？乌兰托，乌兰托雅，喷雅雅，破坏道具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乌兰托雅，不要，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喷吧喷吧，套马。一个人唱，一个人那个啥，来，苍蝇凯快一点。套马杆，乌兰托呀，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还有一句，套马的汉子，逗号，你威武雄壮，句号。这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，你把它唱完，我就算你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行不行？你放，因为确实歌词里有哼和哎嗨。你放放。真的有。哈哈哈哈哈！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回答正确，积分。经过刚刚的比拼，我们目前的积分呢还是本地队领先，漂亮。那么苍岩海队和零七哥哥队呢，继续加油努力。看广告。没有必要赢了还在羞辱一下上一轮的。好，进入广告时间。贤弟便利店，哪里想要点哪里。好帅啊！点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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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这里。So easy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饿肚子，饿肚子就来贤弟便利店。怪不得不想看，弟弟好羞耻啊！便利店，你是不理解这一趴，这个广告是啥意思？OK， 看完了之后呢，可以给到你们三个特权，你们三选一。首先呢，你们可以选择再抽一次，也就是说一会儿可以多抽一张。明白。第二种选择呢是卡牌撤回，如果抽到自己不想要的，你可以放回去。第三个呢叫做极限二选一，这个就是如果你有，比如说前两张是相似的，你想要再有一张能够连成三个的话，我就会在两张牌里告诉你。你想要的那张牌，先翻嘛，先翻。我们先翻，我们抽完这个再跟你选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可以吗？这样吧，我随便，我想着就抽哪个，好不好？这个肯定要抽，对吧？哇，哦哟。然后我们再翻一个号号出来，我们就极限二选一，好不好？好。再翻一个，雪清，就是他，何老师。啊，那我现在就只能再抽一次吗？再抽一张，再抽一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再抽一次。别指我呀，我。你翻这个，你就是小香香手。再翻一个，再翻个何老师，我也想翻这个，我就翻。
饭碗他就上岸了，他就抛弃你们了。就这个，我上岸了，上岸了。哇，这姑娘一个自己都没翻出来呀、啊！你真好。其实你们这个是好的，为下一轮打基础了。我跟你说，惨的是这几个连牌都没见过吧，长什么样子啊？后面还有环节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的比拼。加油，加油了！接下来要比拼的是三个团队的正面交锋，有关于脑力、智慧的博弈。这个环节呢叫做友谊试金值，大家看到每一个队总数有50个友谊试金石，需要出具一定数量的试金石来和其他的两个队进行大小比较。轮空的机会每一队只有一次，用过的试金石不可以重复使用，一共有7轮，哪个队先赢了3局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那还有比我们队更强的吗？刚刚大黑龙在我旁边说 Bro 这是我擅长的，我其实本来很有信心的，但是今天我确实信心严重不足。不，这个游戏其实主要就是运气，跟逻辑关系不太大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游戏只要有一个明白就行，对吧？我们就听那个浩浩的。对，我们就听喜哥的。行，别这样了、嗯。我觉得既然咱们今天是你们两个为主，我们就一战就是到底了。那就听我们两个的。好，听你们两个好吧。那也可以吗？听你们。我们听林博瑞的。哦，林博瑞。对。那么现在就可以各自到各自的商铺里进行商议了。你信我，第一轮一定要拿下。这游戏拿下第一轮优势很大，大家都不会出多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出少。第一轮我们就稳赢，为了稳赢，我们多压一点。要不然我们很稳，要不然就我们就搏一把。我们只玩3轮，就是15、15、20，3轮能赢就赢，不赢就拉倒。赢不了就要 GG， 赢不了 GG。你觉得他们胆量怎么样？不好说，我觉得他们第一轮以他们的风格应该不会拿太多出来。或者我们就放一个，哥哥们有点说不准。哥哥感觉有可能会拿多，也会跟我们想的有点像。我觉得一上来我们就得赢，我们得，我最后一把我奥运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这一上来我赢，我最后把奥运。好，我们首尾都得赢，我首尾都得赢。所以我们先拿下第一局和最后一局，中间要看什么？好了吗？二位决定了吗？出几颗石头呢？那我们先试试6颗怎么样？咱们6个，哎，咱们6个人好，好不好？咱们6个人看能不能旗开得胜。哎，这还有俩连呢，是不是我跟陆虎？合起来是一个脑子。哎呦，07哥哥们，哎呦，袋子看起来很鼓。来吧，我觉得可能没有人愿意先给，我们就直接3家一起掀袋子。你们那肯定是一些网球什么有的没的，一看就是。嘿，还真是。无聊，真的很无聊。你倒出来吧，直接倒吧，倒吧，来吧，倒倒。我们6个，哦，很多哎。2个，为了稳赢，我们多压一点。应该听你的那个冒险的。冒险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所有的行为都被浩浩完全说中。他们现在都是抱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态的，他们会觉得大家要么都会不出，所以他们会拿5颗左右想来就贪小便宜。嗯，我们要想冒险一点的话就拿8个，要想稳一点的话10个。
那是为什么我们拉六个呢？你觉得？我们是这么想的，一队呢就会想着第一轮不拿多，然后就保自己；第二个呢会觉得第一个不拿多，所以就稍微拿多一点点，然后想要把这个拿下。我们就比这个稍微拿多点更拿多一点。我们没有想那么复杂，我们想就我们几个人六个人。这是来自于我们07的双大脑的贡献，漂亮！不，你实在太高看我们了，真的是。这个、你们拿两个是Liberate 的主意吗？不是，我们一起商量的主意，就是想先少省一点，先看看局面嘛，试探一下对手，看看局面，看看局面。那么现在第一轮的这个出局的石头数呢，已经是这样了，大家可以再想一想，看一下第二局怎么样来谋划。第二轮，哇，保险就20，多不多？我觉得有点多了，保险。我也觉得多了，有点多了。15吧，15。18。15又觉得有点少了。我们现在剩的是最多的。对。我觉得第二轮绝对不能冲动，对吧？这个稳在时，稳住，空带。我也这么想。不是，万一何老师他们又赢一局，那就有点危险。他们再赢一局，他们就最少了。让他们去阻击啊！我们就是坐收渔翁之利就好。咱不能否认，小浩弟弟很聪明，聪明太聪明了。咱们不跟他们玩脑子，咱们这个团体是胜在脑子吗？就是没有，我们是运气，我们是运气，加上我们的情怀，我们之间的意义。我们既然第一回六个石头代表我们六个人，我们这回13，你声音有点大，大哥，咱们13得留一把。对吧，六是咱们那个六个人嘛，然后13呢就是咱们是13个人，中间还得有一些数字，好、比如说我们现在出道是15年，15也可以，可以15是吧，或者呢再想一个有关的数字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呢，比六还要大一点的或小一点的，但刚才六是个很不好的数字，因为浪费了，我怀疑有人想放空，放空是零，然后有人会想到有人要放空，所以可能会拿一个来赢那个放空的。我们可以拿两个，两个可能是打平，甚至可以拿三个，最多三个，就拿两个，三个。万一有人跟我想的一样，他也拿两个，想赢那个拿一个的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拿三个。所以我们三个是什么？就我们三个。三个哎呀，什么的鬼理由，我们是很可以自洽的是吧，好像动了脑子又好像没有动脑子，每次都可以自洽哈，对，非常自洽，来吧来吧，刚刚获胜的先呗，刚刚赢家出牌嘛，对呀、哦呦，就是势必要拿下第二局，我觉得他们就勇往直前，就冲三把，好怕你们后期没劲儿啊，到底是多少呢，哦，18颗，我们还好没拿17颗，18颗完了完了，你看我18颗，给你反应，哎，都击掌拿了，一个瓜，这是个水果吧？他们今天轮空肯定是，应该是。等一下，你们怎么会有我们店的水果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然你装这个。他们以为我们装47个，我也不知道，唱吧的果盘。刚才何老师说他们的策略就是勇往直前吗？对，我们的策略就是自圆其说。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人就三个，我们就三个人。我们就三个人，哎，我们六个人来了三个人，哎，你看看，看来一会儿就是我们的博弈了，哎、把球踢给你们，哎哎，是这样的，不见得轮得到你们博弈，他们还差一轮就赢了，哦，他在读我们的心理，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计算一下何老师他们还剩下的石头数了，剩下的非常简单，22颗呀，
我们挨22颗呀，逼我们出23以上，你看看。现在进行第三轮的讨论。现在是个很巧妙的状况，是吗？因为何老师那边只有22个石头了，对吧？现在理论上我们要阻止他们赢，得出23，但是王鹤棣那边是不是也得阻止何老师他们赢？那你说的对呀、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一把不一定会说话，他们可能会一个就是空袋套我们22颗，那我们就亏得很大。现在问题就是这23颗是谁拿？是他们拿还是我们拿？这一轮他们务必是想拿下的，肯定是要拿下的。反思维来说，我们这一轮很有可能是不出的。对。目前为止的战况呢，本地队已经领先2局了，所以第三局非常关键。我们的赛点。那先从剩下的2队开始展示，你们和零七哥哥。这23颗是谁拿？是他们拿还是我们拿？哇，这是多少？18颗。这么多。我们第一回是6个，代表了我们常来的那个6个人。对对对对。第二回是3个，代表了我们3个人。对。第三回是。3个，他们3个人。代表了另外3个人。为什么每一轮都要给自己出的事选个 title 啊？你们不怕我们 all in 啊？完全不怕，真的不怕、那你们空没空嘛？空了，空。我们 all in 了吗？ all in 了。高估了我们的对手，你想太多了，我们太厉害了。我们重点是我们其实这一轮原来我们的策略就是空袋，但是呢刚刚又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三个突然互相看了一眼，说就当个傻子吧。这一轮他们务必是想拿下的，肯定是要拿下的，但我觉得他们未必会拿这么多，因为现在他们觉得是他们俩之间的 battle， 他们已经把我们给去掉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有人会有一个队伍会拿23来跟我们赌。对，那我们就做大傻，就 all in。对，就玩嘛，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心眼儿，不存在。我们就想做傻子。我们的心理活动是，弟弟应该不会那么傻的，弟弟应该会拿出22个以上的。我们也这么想的。我们应该等你们拿22颗。不是，主要你18颗毫无意义。对呀、要么就23，为什么要么就8、23这种。哎呀，好气！哎，老二骂老三哎。哦，那就本地队赢了呗，厉害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想看广告，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。哎呦妈，是我！哎呀妈！挺好的，可以，还有表情管理，这个得换2个特权吧。我要看广告，又要接受一番羞辱。我们要翻4张牌。好呀，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们真的是我们稳赢1个人吧？应该是2个人，4个就肯定是2个人了，肯定有2个人上岸了。弟弟上岸了。啊，还差2张牌，你来，看自己的吗？啊呀，剩1个了啊！下面就是决定，那个啊，不是你就是他。恭喜李雪琴成功上岸。哦，来，可以到这边领取有你们2个人名字的友谊小船。做得好漂亮啊！谢谢，谢谢。Justin， 原来你是在那边打工啊？确实不是自己人。哎，我真的会谢。
哎呀，说明你是好队友，护送两位队友上岸。下一轮我也会拿下，下一轮继续赢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比拼吧。好了，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。那最后一个轮游戏呢，考验的是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。盲眼对对碰。是的，每一轮派出一名队员进行攻击，另外两队呢派出两人来进行守卫。每一轮呢有120秒的计时时间，在计时以内打到的人越多，那么就算是获胜。也不是很懂，就是已经上岸的两位，最后这个环节是想带浩浩一起。还有我的。哎呀，何老师，录了那么多趴已经很辛苦了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心疼你了都。对，等会儿何老师跟雪晴休息，我自己来争取。对对，可以。最需要努力的没有说话。哎，不是，哥哥们，你们看一眼那个牌子，你们看一眼那三个牌子，到底长什么样啊？哇，我现在都不知道零七哥哥们的形象照片长什么样子。好丢脸啊，一张都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整期都翻不过来，真的可惜了。其实我想跟哥哥们说的是这样，我们赢了一局，翻了也和他们没翻也没什么区别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的策略也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上不了岸，我们也把王鹤棣那组拉着上不了岸。漂亮，啥？各自目的非常清晰。那现在就先请我们需要这个上场的朋友们来带上道具，准备开始。哦，好，第一轮派出的是本地队的攻方王明浩。苍岩海队派出守方队员王鹤棣，不上是怕被我打得落荒而逃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不给你这个蹭热度的机会。这20年我都是靠我的耳朵看东西的。那么请带好铃铛的朋友们就到我们的挑战区。第一轮，预备，开始。在你的两点方向。他跑了。对，好。哇，这走位。好。脚下，哎，往地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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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好，现在身后，对，好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马上转身。哇，哎呦。地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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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高的往下躲，他打到，打到，再往下躲，他打到，打到，好帅啊！继续，转身，转身打，好，地上，对，好，继续，好，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听声辨位，停，漂亮，差一点，对，就在你的周围，你可以听一听。好打的，好打的，好，林博瑞出局。守方队员有点累了，好累，120秒，其实好累。倒计时30秒了，快快快！现在浩浩，你的左边、右边各有一个。好，现在到你的对，不不不，在你前面，好。漂亮，打打打打打！哎哎，在在在在，王总王总，好。在你的身后，打到，帅气。四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冲冲冲冲冲，往前走，走走走走打。啊，时间到了。练练练练练，帅气。三个淘汰了三个，累吗？别别别。累到不想说话。下一组上场的是零七哥哥队，有请王月熙。Come on, KA。零七哥哥队派出的攻方是胡歌，本地队派出的守方是何老师、李雪琴，苍岩海队派出的是王鹤棣和张晨霄。哎呀，我们对月熙是非常有信心的，我跟你说。Come on, 月熙。月星，右上角是何老师，左上角是雪晴。哎，指哪儿打哪儿可还行。好，第一轮各就各位，
三二一，开始开始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打我干什么？后面后面全在后面，以后都在后面，前都在你的后面，都在你的后面，左边左你左边左你左，你别打我这边，你在后后面别打我呀，后面后面后后后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右边右边右。好，就在你的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哎呀，打，继续继续继续打我了，继续打我了。哎。攻击未上场成员，月心，你刚才真的像极了你出道的前几年，满身是劲儿，毫无方向。后面后面后后后后，哎，对，后后后，来，来退，对对对，打，漂亮，继续继续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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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在这，哎呀，弟弟差一点就被你打到了，你看看，这个时候你的前面是死角，死角，死角打。喂，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苏醒，你说两句话呀，快点！漂亮呗，漂亮呗，打到了 ，OK， 漂亮漂亮，干掉一个。好的，陈潇淘汰，打到了一个，好。右边右边，来，听声辨位，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弟弟就在你的右前方，弟弟就在你的右前方。弟弟在左晃右晃，弟弟跑了，现在他们三个在后面，都在你的后面，你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你前面什么都有，你后面你差一点，好，你再往前，前前前前前，对对对对，跑跑，打他快打呀，打他快打呀，加油加油，快打呀，快打呀，打呀，哎，漂亮漂亮，还剩两个，好，现在何老师和弟弟就在你的后面。何老师弟在你的后面，后面，对，何老师弟在你的后面，后面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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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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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计时，他在晃你，他在晃你，听他讲他的名字，你的右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王鹤棣跑了，打他，哎呀，快，在右边，右边，直走，直走，不是你那反了，哥们儿，何老师在这边，哎呦，七，六。在你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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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丽的转身冲，往前冲，来扔，转身，转身，扔掉，扔掉，扔掉。啊！好嘞，很难很难。我觉得胡胡真的很好躲，因为他的方向改变的不多。好，第三轮派出的是苍蝇海队的王鹤棣作为攻方，戴好眼罩，加油。好，另外两队的守方队员也已经就位了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开始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指挥耶 bro， 我还没指挥啊 bro， 指挥，右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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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钟方向全力打，一点钟方向，一点钟，反了，身后身后，翻过了几座山，翻过了几条河，九点钟方向全力打，左后方全力打，哇，哎，中了，帅帅帅 OK， 中了，拿拿指挥，正前方全力打，右手右手，右后方全力打，对，冲冲冲，对，冲冲冲冲冲，不，刚刚那里冲，右手正，右手正，右手正，对对对，打打打，对打打打，哇，帅帅帅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今天我哭了，我又哭了。冲冲冲，背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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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哎呀呀呀，身上不受控了，后面全力打，后面后面，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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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正前方正前方，正前方正前方，正前正前，右右右右后右后，正前正前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哎，打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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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剩一个，
挣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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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力敲不刺，挣钱挣钱，哇，守方队员在挑衅，挣钱挣钱，哎呀，我有，你刚才站的位置，左左手左手，加油加油，左手，还在左，还在左，还要展示一下自己，左，才艺要表演一下，一零，打了几个？剩一个，打到三个，剩下浩浩。哥，你刚刚那一段像是有武术指导给你排过。打不打到人不重要，前滚翻必须要做。真的，招式就哇，秀到了，秀到了。不是特别懂，弟弟为什么要在地上打滚？我像在花果山看了场猴戏。哎，那现在有两队都抓到了三个，怎么办呀？两队都可以抽，平局两队都可以抽。哇，上岸，上岸！弟弟，哎，看广告，你们就可以抽四个，因为平局你们也可以抽，我们也可以抽。好，先缓口气。我们现在没有翻过一张牌呢，是吗？还是不可以翻牌吗？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因为可以翻三张牌，但我们只有一张牌了，所以我们除了翻我们的，还翻两张你们的。这是种羞辱啊，能接受吗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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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何老师，咱们也看广告，咱们也可以翻四张。哦，对，我们翻你们三张，万一命好就三张。对，万一中了一个人呢？这是种蛇那个赏赐跟羞辱。不如帮我们翻三张，我们两队一起上岸，我们就两张了。弟弟说帮他们翻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看广告，然后都翻四张，你们先翻你们的，看你们的结果，我们再来衡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先放广告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来运动吧！我在明天还健身等你哦。没有快进键，这个真的很。来吧，你们翻吧，你们先翻四张，弟弟。翻，走，来，走，加油！不中，不中。我们可以翻几张？四张。四张。特权就是多翻一张。幸运的话能救两个人。兄弟，可以，来，就这样，好，哇，哇，现在，天哪，他们队，就能救一个现在。嗨，对，能救一个。我交给你，。只要收布吧，谁赢了谁翻。只要收布，加油，弟弟。好，陈潇翻。陈潇成功上岸，对不住了，二位，对不住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四个机会呢。对啊，还有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在乎浩浩要不要上岸。什么？都翻你们的好不好？哎，何老师，15年的感情了，这边三个一张牌都没翻呢。哦，都快录完了，照片都没见过呢。懂了。现在是林奇哥哥教我做人时间。没有。我这么翻，第一张先王黄明浩上岸 ，OK。第二张林博瑞上岸，第三张王鹤棣上岸，第四张林奇哥哥当中唯一一个露脸的是张远。啊！就惩罚他一个是吧？只有我有脸，哎呀！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。这期节目，王远希，咱俩连脸都没有。恭喜除了我们零七哥哥团之外的所有队员成功上岸。耶、yeah, ，可以登上我们的好六号友谊小船。那你们要接受一个那个友谊考验，一步到对面的舞台。我非常想听听看他们三位此刻的心情。我也想听。首先是上次没有赶上这只盛世的小远。盛世，哎，我们几个人好像一起来应该有三次了哈，三次都没集齐，那希望就下一次都集齐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下面就是跟上一次命运截然不同的消息。个人的提高离不开团队的努力，
但也不是每个团队都值得你去努力。你好星期六是个特别有爱的节目组，何老师是个很重感情的前辈，弟弟们每个人都心慈手软，希望下次可以常来，祝大家天天开心。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的三位哥哥要接受乘风破浪的友谊考验，我们的友谊小船即将扬帆起航，三二一，好，恭喜大家都可以全员兑换属于你们的友谊徽章，一起乘风破浪。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。锁定你好星期六，接下来很多精彩的内容，大家一起期待吧，期待吧。你好星期六，金曲之夜重磅来袭，说什么叫闭谷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，你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。今天我们好六街来了很多承载着大家青春记忆的好朋友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我在下面看你们的现场，是不是激动的嗓子都已经嗓子都喊哑了，前辈歌手来助阵，经典歌曲欢唱不断，还没呢，伟博，好像是我的错，指挥非常有创意，请听一下弟弟的回放，带你一起看大海，听说成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我想你。我个人觉得潘玮柏是有一定责任的，确实是，确实是，歌词演绎花样多，我。咦，下雨，太棒了！这啥呀？拜把子吗？拜把子吗？祝一拜。更有神秘嘉宾惊喜现身，欢迎周传雄。欢迎进入好六金曲之夜。一起嗨 Just tell me 为什么人生有话要说，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在我还是在原地等待徘徊。一月七日晚7:30，我们的青春回来了。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好了，我们所有人都登上了友谊的小船，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跟自己的好朋友呢每一天都有非常愉快的心情。那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老朋友07团的哥哥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的林博瑞和张学校，欢迎两位多来玩，多来玩。是的，欢迎大家常常回到好六街做客。那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？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